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我想再做一个这个 GTA 5的对象检测的视频哦，因为最近正在做这个计算机视觉，所以我想试一试我的现在研究的这个 YOLO V4 的这款这个对象检测的模型，用于这个 GTA 5，看能认到多少这个对象啊，所以说今天就做这么一个视频分享给大家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。这个是 C 加加的一个框架，叫做 YOLO V4 啊，它其实出了很多版本，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V4 的版本啊，咱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我正好是用我的这个 GTA 5的账号来跑一下这个款游戏，看看这个效果行不行啊？因为最近我也正在选型，今后这个对象侦测，我用哪款这个框架，现在还没有定啊，我正在选型当中，那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。¡Mío! ¡Oh! ¡Okay! ¡Con tu amigo, el mexicano, en tu casa!